欢迎来到2024初春的时尚秀，我们有请今天的 model 徐巧芯来展现2024初春的最新时尚。哇！好，先带着这个时尚政界的爱马仕红色的包包，这不是2017年，这有100年。太前面了吧。然后另外呢，这个面也堪称是这个米其林等级是吗？对，20元寿面，减掉说要120。好，非常优质。对，好，我们来先放巧芯回位置，那也欢迎大家收看周末大爆挂。请记得呢，我们的午报已经结束了，所以欢迎大家帮我们在 YT 搜寻大新闻大爆挂，找到我们的子屏，帮我们记得爱用订阅键，看到今天所图先点个赞，打开聊天室加入观众朋友们讨论节目内容的行列。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帮我们的巧芯以及他的时尚装备哦刷一整排的爱心，欢迎大家，也感谢我们的网友何先先的抖内支持，公正客观理性分析的周末大爆挂，辛苦了。好，欢迎大家。之前呢，我们也要先介绍我们第一小时非常优质的节目来宾，我们的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当然还有我们的巧芯，大家好。历史哥，三好，大家好。是啊，那当然，这个刚刚已经看到了那样的装备。那因为其实每一天的新闻量都还是与时俱进，我们还是要先问一下巧芯，因为里长的部分，有一位里长昨天是以40000元交保，但他也特别提到，因为侦查不公开，他也不方便多说些什么，但他也喊冤，绝对没有做任何不法的事情。目前最新进度呢？其实那个我看了之后哦，我有问过我的律师哦，他说那个问题根本不大。那我对这个事情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受邀请来参加他的活动，那其实就是在今年8月的时候。后有一场这个我们台北市的国民党籍的里长，他们自己有一个所谓的里长促进会，所以当场有17个里长，大家固定定期的聚餐。那他们每次聚餐的时候，他们当然都会邀请，就是发邀请函，请我们国民党的党籍议员一起去参加。所以我们就收到邀请函之后就去参加嘛。然后参加的时候，因为我跟王宏威我们两个人都是今年有在参选，那那时候我也已经正式被提名了嘛。然后所以呢，比如说黄旅主委人就会在啊，或是我们区党部的这个主委人会在，他们就会喊说加油加油哈等等的。那所以呢，我们当然就会给一些正面的回应。然后呢，我们就待了大概10分钟左右嘛，人就走了。对，所以呢，这个餐会不是我出的钱，也不是王宏辉出的钱，也不是我叫他们办的。然后在场的人也不是所谓的里民，那些都是国民党籍的党籍里长，等于是我们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大家知道里长不是一般人呢，里长是国民党 提名以后，他拿到政党推荐书以后，然后呢他们才能够挂国民党的去选里长。那里面17个都是里长，却被剪掉说成他们是里民，所以剪掉的说法跟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手机里面全部都有当天的照片，都可以证明里面的人要么就是议员的助理，要么呢就是这个里长，有17位我都点名过了。那里面有的是我的选区，有的也根本不是，因为呢他是整个松山嘛，所以我跟王宏威我们两个都在现场。那剪掉在问这个里长的时候，他就刻意的问他说，你是不是为了这两个人办造势所以才办的参会？他就说不是啊，我们国民党籍的里长这个是促进会，后面都有挂一个布条写得很清楚，那我们是他们邀请我们来做这个促进会的顾问，所以现场还有给我们颁发顾问的证书，所以我们去那里是来领证书的。只是当然会遇到我们的支持者或是党部的人，他们会看到我们很开心，说一定要帮我们加油，像你碰到黄旅他一定就会说加油等等的都会讲。那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钱是谁出的，然后他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助选？当然不是嘛。如果是为了我们两个助选的话，那为什么现场还有其他的议员一起参加？那些议员同时他们也有领到，我直接给大家看照片好了，这样最快。那些议员同时也都有领到顾问证书啊，所以这个活动他发的顾问证书还不只是发给我一个人跟黄宏威两个人而已。你看，这是我们的议员嘛，我把里长的脸挡一下，这是我们的议员嘛，是，你看。他在现场就有颁发这个顾问证书，就是那一天，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为了我跟王宏威两个人而办的参会。坦白讲啦，我们就是去参加一个活动，那剪掉他原本是想要办这个寿面，结果变成一场笑话之后，他才赶紧想说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来讲。可是像我跟律师讨论过之后，这完全不是问题，而且剪掉超夸张的哦，剪掉完全对于法律不了解。大家知道汉廷很清楚，我们里长有2笔。经费嘛，一个是里政经费1年30万，另外一个是里长的事务费，其实相当于他们的薪水就是5万块。对，灿廷你知道吗？剪掉在现场就说，你这5万块为什么没有减去核销？你是不是贪污？然后他就说，如果这叫贪污，全台湾的里长都贪污吗？
那个其实就是他们的薪水。对。那但是呢，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减去合家？你是不是拿这五万块去帮他办餐会？就是扭曲到这个程度，是令人费解。他甚至他上面就问每一个人嘛，就说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来参加的人是谁？然后有几个是前里长，他就说前里长为什么要邀请他？然后他就说，因为前里长他今年没有，他上一届没有选上，他还是我们国民党籍，我们可能下一次会推他出来或怎么的，还是我们一个给他就是前里长算是一个头衔一个尊重，所以我们还是我们促进会的会员，就我们促进会会员是国民党籍的里长加入之后，那他未来他不管怎么样还是我们的会员之一，大家还是互相照顾嘛。结果连这个东西他都要追，那他其实就是锁定我跟王宏威两个人。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减掉哦，非常夸张。像我也要特别讲一下，就是那个寿面的那个传票的事情，因为我看到最近新闻上大家在谈的时候，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张到案的通知单，他写说零时零分嘛，对不对？12月1号零时零分。12月1号零时零分，但他不是先寄给他，他知道说12月1号零时零分要去，然后他没有去，然后所以减掉上门，不是那张单子就是。12月1号的6点钟，检调带着那张单子去敲他的门才给他的，所以这个程序上面有非常大的瑕疵跟非常大的问题。首先，他没有杀人放火，这不是什么大案，你为什么要用夜间几乎是夜间侦讯的方式办这个案子？再来，你的到案通知书你根本没有提前给，你是六点上门的时候才给，你就是想要在人家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去嘿吓他们，去吓他们。但还好是因为。里长他的所有金流清清楚楚，然后从文宣过程我们全部都有做记录，所以呢就完全没事，他就无保请回嘛。可是最恐怖的是什么呢？最恐怖的是就是透过这事情发现绿营有人在特意的跟监我，因为呢他们在现场就是检量拿出来的所谓的检举资料里面，比方说这个是活动现场嘛，那我在活动现场跟大家问好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跟着我一直拍，这个没有问题，活动现场。可等我离开这个活动的时候，因为我很怕违规停车，所以我们车都在很远的地方，那一条都是红线，所以我离开会场，我没有从这里上车离开，所以我走了一大段路去找我的司机停了黄线，然后我就走到很远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人都还跟在我后面一路拍，原本不知道。我不知道，包含有民众跟我讲话，问说那边在干嘛，在办什么活动，他全部都录得一清二楚，就是已经离会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所以就是很显然是说有人有组织性、有目的性的在做跟监。那你要跟我其实没差哦，你爱跟就跟我，生活坦白说无聊。可是你跟了之后，你不要用这些资料去做恶意的检举，去栽赃他人。所以这个袋子，大家摸过材质就知道了，这怎么可能是100块啦？然后这个。寿面就是20块，那就好，加在我当时所有的单据都有保留，所以我可以在第一时间之内就反击。可大家想想看，如果是别人的话呢？如果没有准备好呢？如果没有包含所有的照片，包含当天去参加活动的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民进党籍，包含我的竞争对手又发铜锣烧，这些资料都没有准备好的话，那那个人该怎么办？难道就活该被你剪掉栽赃吗？然后如果今天这些里长他们就怕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有漏洞，然后就被你害了，那请问以后谁还他公道？所以我们那个里长就是花寿面那个里长，他真的清清白白。他那时候离开那个检调的时候，他就心里想，有记者跟他说，如果你不想被拍的话，你就走快一点，我们不会为难你。可是他心里就想说，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我要躲躲藏藏？对，所以他就铁了心就在媒体前面讲，他说。我过去办活动，我今年办活动，我明年还会扩大办。我办活动是为了我的里民，不是为了特定个人。任何的这个议员也好，立委也好，想要跟他们合办活动，想要发东西，都是 OK 的啊。那谁发什么都非常清楚，文宣上都有载明，所以不会有所谓的误会的情况。那剪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袋子以后啊，比如说啊，这个侯汉廷这边水啊放进来啊，哈，这个放进来，哎、欸，这些全部都算我的，就算是你的福袋就对了。对，那有这种事吗？这个又不是我出的钱，包含徐淑华的铜锣烧也算是你的福袋。是，所以如果我拿这个东西去装了一个大礼包的话，那每个人都会选。我跟你讲，全台湾的。
政治人物可以不用选，我们做袋子就是要拿来装东西的，不然是拿来干嘛的？所以减掉单位吃米真的要吃知米价，哎，不要用这种栽赃的方式去对别人。那有没有可能会要扣你的手机要看呢？如果约谈的话，有可能，因为据说他未来他们还想要约黄旅啊、我啊、王宏威，他们都要一个一个约谈。但我觉得那个事情是不太可能。其实这分两件事嘛，反而是那个交保的，就是交保的部分是不太可能会就是延烧到我跟王宏威身上的，因为那个是最重要是金流嘛。那金流检方他也很蛮清楚说跟我们两个是无关的，那这样的话你很难说是我要求对方贿选。包含你知道他们多夸张吗？检调就一直去看那些里长的 LINE，然后到什么程度呢？他会看你的 LINE， 然后有比如说有的里长他们要揪团去上海玩，然后就发给某里长，然后跟他说：“哎，你要不要去上海玩？”然后检调就问他说：“这是什么？”对，然后说有人约我去上海玩，他说：“那你要去吗？”他说：“没有啊，这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对，所以他们就是你知道最近他们不是在查办什么里长去上海的什么，他们认为是中共借选嘛？他们就借这个，他们是借这个机会，其实是在看所有这些里长他们的手机记录，然后跟谁对话，然后他们说了什么，有没有其他他们可能可以拿去政治操作的证据？是变成这样、欸？我就问你，今天调查受面跟他有没有去大陆玩有什么关系？那好在那个里长他们就真的没有要去，所以他说没有啊，别人来问我说我没有要去啊。可是我听了之后我只觉得这个跟你的案情有什么关系？你开始除了你要办的事情之外去问一大堆无关的事情，想要从里面再找别的东西，好，再去弄别人。对，那这种在选举期间，尤其是我其实隔天是办我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你在前一天去这样子去搜索这些里长，他们当然就没有办法来了啊。那你这完全就是意图使人不当选嘛，所以我觉得是好在我所有只要跟钱有关的事情我全部都记得很清楚，那包含 这几位里长他们也都记得很清楚，那唯一最倒霉的就是里长的他自己的等于是薪水被说成是那是公务预算，这个所有等一下汉廷可以帮忙补充，他应该非常清楚，他要说这个要办人家贪污，所以那个交保多好笑，本来他说要5万块交保，然后呢，李长说我没那么多钱，我就10万。然后他就说好了好了，那就10万。就是他们自己都知道说这一点都不重要，而且这根本就没有问题，硬要人家去缴一个交保金，避免减掉翻车，让大家觉得太难看。你要想，如果两个里长他们都无保请回的话，那减掉翻车会超级糗、超级难看。所以他们其实我认为是为了要至少有一点点说。交个保，让我们在外面还可以继续讲嘛，不要说我们剪掉那么难看嘛。所以明明本来说给人家5万交保的，他说我没那么多钱，那、啊、你要这样我就出不去啊。然后说他还说，那你不是有儿子叫他帮你付？他说我儿子也没，我联络不到他。然后呢，他又说那不然那我身上只有4万块，他说好了好了，4万就4万，这也可以。这是什么样的在菜市场去买葱的买葱杀价吗？送一把葱这样？对啊，那送你一把葱，好啦好啦，杀价打8折。没有，如果今天这真的是一个大案，如果今天里面真的有人贿选，减掉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就是因为减掉人员也知道根本没问题，硬办。所以我认为这个后续哦，就是吓吓大家而已啦，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只是你这样子对一个政治人物造成的名誉的损坏，造成对我们来说的压力，包含基层的压力，你民进党政府你可以选举选到这样吗？再来就是，如果今天不是我碰到了，好是可能比如说，假如说我们中南部的一些这个议员立委碰到了，他们可能没有像我们有这么快的反击能力的话，那不就被大家误会到底了吗？所以我觉得减掉这样子做，真的是会搞到天怒人怨。昨天我竞选总部成立，几乎不分党派哦的里长都有出席，除了这几位被这个搜索，他们怕说那个媒体会一直问之外，其他大家都出席，而且大家都很愤怒。大家都觉得减掉怎么可以这样子搞，民进党怎么可以这样搞。反而意外让巧心也挖到了这个民进党里长的墙角了。感谢白香果的抖内，他说他支持柯P义无反顾的输一次。感谢阿好的抖内，印上巧心的名字跟贴纸，这价值就翻10倍，让人想要票投巧心。贿选无误啊，我的留言没有超过30元不算贿选。感谢西西米的抖内，能在政论节目走秀并时尚出场，展现了本周
最夯，明明百元有找的爱马仕包包，还有尊爵版的寿面，真不愧是巧星。有没有机会推出一个纪念版的环保袋呢？发送给选民当纪念。另外，他也看过五十间现场发过铜锣烧，为什么剪掉不去问问看他？感谢 TT 的抖内，听说巧星的电脑也被查扣了，会不会影响到接币的步调呢？感谢王水英的抖内，说西西米加一，电脑有被扣吗？没有，电脑没有被扣，我没有被约谈啦，就是只有到、就如果有可能会产生啦。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当天是被找到那个基调站，然后我去问了一些就是调查举报相关的朋友，他们讲说人会到基调站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检察官指定要办的大案才会到那个地方去、是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大案20块寿面，大案4块环保袋，不真的不要让大家笑死。我一个月之前我就知道检调为了想要监听我的电话，所以他要去办说就是随便找一个由头办说我有贿选，我在一个月前就知道这件事情，只是我不知道会是寿面这个比我想象更瞎的事。我原本以为他们要讲的是什么中秋节我们不是都会有摸彩，提供地方摸彩品嘛？那个完全没问题，因为那个是蒋万安之前选立委的时候就被别人检举过，然后呢已经不起诉处分，而且不起诉处分书我还拿着，我就是读完不起诉处分书再问完我律师之后确定这样子没有法律问题，我才会在中秋节的时候提供摸彩品，我都是非常小心的。那本来说锁定这个案子要办，就完全连办都办，连问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因为为了要去挂听我的电话，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些所谓的民众检举的事件，然后呢就去说要办案，因为你要办案你才能去申请监听嘛。 对，所以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去跟每一个里长面对面的方式，然后讲说你们有可能在这接下来的一阵子会有被检调请去喝茶，那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你就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发生任何事你就知道什么跟他们说什么，但你不要太害怕。我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走了一圈跟所有的基层里长说过了，那果然发生了，对，果然发生啦、所以他们后来都觉得说哎、你讲的是真的，对，你原来你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原来你当时跟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们本来觉得听听就好了，觉得或许是什么选举花招故意讲这个，然后让他觉得民进党是不是要针对他，真的有被针对好不好？哦、还好这个难怪里长看起来这么 chill， 因为早有准备了。感谢陈灿耀的 donate， 他们一点都不在意，对不对？就单纯要做出这个事件，让新闻一直放，就会有很多民众相信的。毕竟一堆人都会说新闻说的，所以 AAA 做了坏事，操作媒体就能带风向。这一点绿真的很会。汉廷，你要帮我补充，而且汉廷还加码带来自己的购物袋。不是，是因为呢，这个谈到被剪掉这些事情，我应该算是前辈，前辈，我可是共谍吧？被指控的共谍跟被指控的中共同路人。好，那么呢一开始我在看到新闻的时候，除了帮巧星加油之外，有两个小心得。第一个呢，就是说，巧星说他的袋子要4块，我的袋子跟他袋子一样大，为什么我的要5块？我买贵了。你印的字比较多吧？没有啊，这袋子哪有在分字或什么？而且我，而且呢，我上面还要写要彻查前瞻弊案，杜绝网军治国，对吧？所以我这个才是打击民进党更凶狠的。剪掉怎么没有来办我？好，不过后来才发现啊，没有、跟乔欣聊过，其实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我没有买的比较贵。好，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说，乔欣说他的这个寿面只值20元呐、我说你这太小看自己了，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贴一张徐巧芯的脸，所以这个面啊，这卖2000都不为过，对不对？剪掉可能是基于这个道理，就是觉得哇，这个面哇，巧心面对吧？全台难得，你全台哪边可以买得到巧心面吗？你买不到吗？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价格物质的东西，这个东西越物以稀为贵，所以当然巧心那个面至少要应该要卖到2000，甚至卖到20000。所以我觉得这个马上欢迎开放政治现金给徐巧心，那这样子的话就马上来送面，这个样子的话真的是帮助巧心啊赚到更多政治现金，继续为大家来打拼。没有，应该是说他说我那个袋子100嘛。说那个寿面是120嘛，加起来是220，对不对？没有，我们就去尾数200，减掉跟我买一份，我卖他200块钱。我们请汉廷帮我们继续补充。不是啊，那许淑华也有啊。许淑华对吧？的袋子，然后呢，里面装的东西感觉也像是高级礼品啊，一盒一整盒对吧？
那我们不知道这里盒子里面的东西是不是许淑华送的，因为就像巧玲说的，我们民意代表本来就会发袋子啊，那大家当然是要往袋子里面装东西，那里面的东西又不是我们给的，否则像我们在士林北投当时有这个流感疫苗施打，对不对？那我们也是发袋子，那大家呢会干嘛？会把里面装什么？因为施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会送快筛，所以大家会把快筛就放在我的袋子里面就拿走了。那如果那张照片的话，什么？哇，侯汉廷送快筛耶！那或者如果依照这个道理的话，那大家都会清晨白天哈，游览车也会送车。那在送车的时候，我们还送袋子，哇，那等于是不是这台车也是侯汉廷提供的？所以赶快来抓啊！就让我想到以前呢，陈水扁在2008年卸任之后，他在很多场记者会的时候，他这样说：“马上来抓，今晚我给你抓。”麦阿尼脚踏零地，好，这陈水扁当年说过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好，言归正传，前面都算是比较戏虐的。在这一次呢，就是来办这个案件的话，当然还有几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打压徐小新、王宏威。为什么呢？要让这些里长被办的时候很抱怨，哎呦，都是被小新害的啊，都是被这国民党害的。然后呢，他就至少不敢再继续表达他的支持。因为一般的人呢，确实是很害怕检调上门，尤其清晨冲上门查水表的这件事情，大家是会紧张、害怕、惶恐的。所以呢，当然会心生怨恨。尤其如果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啊，这调查站一定都是以有罪推定的方式去做诱导式的询问，一定会在对谈的过程当中都让你觉得这个都是国民党的问题，都是徐小新的问题，都是王宏威的问题。所以要让这些人的支持者不敢再表态支持。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实际上看有没有办法连结到，然后调查到徐小新的本人，好，或者来扩大案情。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只要呢这个跟里长的对话或者是里长的东西搜出来，但凡有一点点蛛丝马迹，比如巧心如果跟他有一个什么很正常的一些对话，但是只要看起来他认为稍微有影射的可能性的，马上就可以呢来约谈巧心，然后呢也就可以扣押他的手机，可以扣押他的电脑。那接下来起到什么目的呢？就是继续从他的电脑、手机里面去挖掘更多的，好，检方可能调查站觉得怀疑的问题，通通都可以拿出来炒作，包含前面所说的，哎呀，那里长可能要去大陆玩啊什么的，马上就会办，就会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勾稽起来，觉得这是违反反渗透法。即便可能一点关联都没有啊，但是呢，他们编故事的能力非常一流，这我亲身体验。所以这就是检调在办案的方式。那再来第三个关键就是要打混账，就因为这一切是说不清的，为什么呢？就是标题杀人，直接跟你讲说，哎呀，这个谁谁谁贿选啦，然后呢啊，一桌八千啊。我在看昨天的很多新闻下面的留言啊，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大家都讲说，哎呀，小新不是一桌八千吗？根本不是啊，那就是里长自己板斗啊，那跟徐小新都没有关联啊，那跟任何一个立委的参选人都没有关联。还有人讲说，为什么你不讲那个垃圾袋？好，垃圾袋一公升100块，为什么几公升100？为什么讲那个？那不是我送的，3000块，不是我送的，为什么要讲？好，所以这就是他们透过媒体舆论，然后呢不断就是打混仗，就是让大家搞不清楚状况。好，那也没有办法说及时的资讯都传达到每一个人手中，所以在地方上未来就干嘛，就会有黑函啊，就会有耳语啊，会讲说啊那个什么8000块啦，那一桌啊什么垃圾袋啊什么的。好，那今天我们就是再度告诉大家，也请大家呢就帮忙分享，就是完全没有这回事情，这一切就是民进党操控检调，恶意的栽赃，恶意的泼脏水，恶意的抹黑，恶意的呢就是要影响跟介入这一次的选举，然后呢都是往有罪推定的方式来做询问。所以从他的这个调查站，你看说凌晨要约谈，然后清晨6点冲过去，这其实已经违反刑事诉讼法了。因为理论上你要在24小时之前送达到他家，然后让人家24小时之前有所准备，又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这个大案子，然后犯人呢或证人呢有这个潜逃之余都没有。所以这种办案的手法其实过去以来都是如此，这从我当年至今都是如此。这才是我们希望说共同进入国会，然后要能够拨乱反正，更加维护人权的地方。那再来呢，就是像这种事情，那蔡清祥你应该要出来说话啊。如果现在国会还是在开议期间的话，这个马上就要问一下蔡清祥怎么会放任这种事情胡来呢？他一定就会讲说啊，这个有人检举，那就可以做，就应该要做啊，好不好？那我们就检举许淑华，对吧？又来了，我们就检举许淑华一样嘛，那我们就检举郑文灿，我们就检举其他每一个民进党候选人，送袋子的多的是，如果袋子里面装东西全部价格都算他的话，那几乎每一个有送袋子的人都会出事，因为大家至少都会拿着袋子去买菜啊，那菜的钱又不是我出的。好，那么再来啊，实际上我们说
这依照当前的贿选的法规的相关规定是啥？就其实也不仅仅是限于什么30块，价格不是重点。法规上明确的定义是说，有对价关系以及呢要影响投票意愿嘛。所以如果今天送的这个东西很便宜，或这个东西即便超过了30块，但是对他根本不影响投票意愿的话，那也不构成犯罪。更何况呢，现在的价格也是如此的低。好，所以最后补充一个观点，因为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是民进党新潮流非常的恶心，所以呢我们才同仇敌忾。但是好，举个例子，假设这件事情万一有一天发现，哎，是自己人党内同志干的，那你不就觉得非常的丑陋跟恶心吗？好，那当然乔欣这件事情不是，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说，哎呀，这个希望乔欣能够更上层楼，然后呢也呼吁什么呢，就民进党剪掉，赶快来办我好不好，赶快来办我，赶快来办我，拿出你的袋子啊，你这个袋子拿出来了，拿出来了啦，对对对，谢谢谢谢，我再喊一次啦，装的东西也是算你的啊，对对对，然后里面装的任何东西，像我先前还装快筛啊，对不对，所以赶快来办，赶快来办，对。哦，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有很多网友在问说，那8000块这件事，你也不用讲那么多啊，因为他们其实很想赶快把8000这个名词洗给别人啊，徐八千也总比王八千好吧？但拉回来今天的主题，我要问一下历史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这段期间，国民党要怎么拼他们的选前之夜？好，先讲选前的那个黄金周那个礼拜当中，现在目前国民党应该锁定让侯康集中在台中、高雄跟桃园，用连线造势的方法。那现在想问你的是，选前之夜到底该如何选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毕竟民党有主场优势，所以凯道恐怕，我觉得在野党很难借到在选前之夜的那一天。既然韩国瑜也是选前之夜的前一天嘛，那这一次哈，大家就在聊说，他到底该去选凯道，还是应该就干脆回到他最熟悉，几乎每次选市长他的选前之夜的场地，就是在板桥的第一运动场呢？那也有很多人说，凯道还是兵家必争之地啦，所以作为首选合理，但仍要看场地的租借状况。无论如何，你认为在这个部分选前之夜回防到双北，可以把气势最催出来吗？我是建议侯市长一定要选在新北市啊，哦，因为这里是你的起给处嘛，所以在新北市有一个串联的作用。那当然选前之夜我们知道，他到最后黄金周动员的时候，一定是北中南都会有一场，所以到时候那个气势是串联。我必须讲哦，今年选情做分析来说，南部就是尽可能的让选民觉得你会赢，把隐形蓝给吹出来，因为南部绿太久了，所以蓝已经变隐形蓝了，他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可是南部是有潜力的，否则2018也不会有寒流在这个高雄掀起千堆雪嘛。那突然发现，哎呀，特亚民进动的人这么多啊，哦，你都不知道说，哎，原来除了，因为我们平常我告诉大家，南部是这样哦，南部呢，即便高雄市区，大部分来说它的流动都是很缓慢的，比如说我们驻兵啊，很少再换。可是我搬了台北，有一个最不习惯，就是不仅店天天在换，附近的邻居也经常在换，三不五时都有人在装潢。像我这个到今年到最近比较还好，但是我大概从今年初到现在到上个月之前呢，天天听到装潢声，我想奇怪，来那么多，就原来邻居一直在换，一直在换人。但北部很流动，所以它的估票的逻辑是不一样。南部是这样哦，这边跟莎莎报告，也跟大家报告，是林定哦，他已经可以精确到说，你在哪个里、哪个邻、哪一户，他们家有多少人，他投票的行为大概是怎么样？因为里长会知道每一户、每一户大概有多少人，他都会来做拜访嘛。而且说真的，很多里长哦，恭喜哦，这个先生服务完换太太，太太服务完换儿子、女儿，真的都是这样，因为大家都习惯按他算个酸尾牙哦，所以他这个大概是固化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没有让他有那种感受到那种澎湃的氛围的话，那这些人他可能就觉得说，哎，不赢啊，所以哦，这个被冻皮了嘛，就是他那个动力会下降，所以你最好让他感受这个，这是南部的工作。中部呢，这是一个摇摆州嘛，我们都说这个摇摆州啊，在台湾就是中部这几个县，中彰投啊，然后这几个县市它比较有那个流动性嘛。那我必须讲，因为今年卢秀燕在台中真的顾得非常的好，那再加上了中彰投，目前来说哈，包括苗栗也归队了嘛，还有云林哦，所以它现在整个中部的概念就放大，甚至可以扩展到新竹哦，中彰投啊，苗族啊，那再加云林哦，这些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那到最后呢，这个地方的策略啊，就是要把那个气势啊，哦，给打出来。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2012年的时候啊，决战中台湾啊，还喊得很大声啊，真的在中台湾，因为马英九在中台湾赢了，补了南部的损失，所以最后获胜。所以南部
是想办法，不仅是要减少差距哦，落后的差距，中部只要想办法大赢，而北部才是这整场的关键哦。我刚才讲到为什么回防双北，因为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像那个美丽岛民调，还有一些细项里面，在新北市侯友宜不见得吃香哦。因为经过前段时间这样不断的攻防，尤其有一件事情，当时侯团队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叫做竞选工作室哈，我当时都笑他叫进攻嘛哈。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应对还是以市府团队为准，以当时是以副市长谢振达来处理的话，那就发生了新北卫药案，但后来被证明是新北幼儿园乌龙案嘛，闹了老半天，然后戴伟山还趁机就是封锁了我，很可恶，对吧？我们这个赖清德的发言人，那天我在友台遇到他，还跟他拍照，和解还 tag 他，结果到现在还没有解除哈，这是严厉谴责，你答应要解除了，赶快解除。好，那回过头来，但双北一定要选在新北，好，因为台北目前是蒋万安在执政，最近台北气势如虹，什么事情呢？大巨蛋。大巨蛋真的是让很多台北市民慢慢找回那荣光。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老百姓是用双脚投票的。台北最近人口已经回到250万了。大家还记得哦，在柯市长默认的时候出现一个大 bug， 什么 bug 呢？就台北市人口跌破250万。可是呢，莎莎，我们台北要副市长要三个，你要超过250万啊。结果呢，那个时候第三副市长叫黄珊珊嘛，很多人说，哎，黄珊珊，你现在失去了这个所谓的执政基础啊，因为你的市民已经没有到250万，可是因为依据我们的这个地方自治法里面来规范，你这个人口降下来，除非你辞掉，但是预缺不补啦。所以当时黄珊珊其实变成台北市的一个市政里面的 bug，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三个副市长，因为你人口低于250万。可是最近已经回去了，上次我们在巧心之夜的时候，那个蒋万安市长也有去嘛，那很好笑，我跟莎莎还搭档，对吧？蒋万安市长就有提到这件事嘛。对。然后我那时候还亏了一下，说：“哎呀，那这不是第三个，这样就不会有这样就有违建的问题，对吧？因为那个副市长要超过250万回来，所以台北市民对现在台北市政，我认为是比较有信心的。不然他不会搬回来嘛？他搬回来干嘛嘞？对吧？他慢慢回来。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啊，例如说疫情解除啊，很多人慢慢恢复他的户籍啊，等等等等。但大体来说，台北市的活力慢慢在找回来。”因为过去，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怪柯市长啊。不过整体来讲，因为疫情啊，各种狗屁倒灶的因素的结果，总之台北市在过去三年哦，从疫情到现在，其实过得是不太好的。好，尤其台北是一个商业区，可是现在慢慢找回信心之后，好，那最重要就是重点，所以我才说双北是整个决战的点。所以你刚刚问我说选前之夜要挑哪里，我认为挑双北，应该是说挑新北是它的 key gate， 把那个整个弄到炒到最高潮，而且。莎莎你还记得吗？韩国瑜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场跟西朗在北部，就是在新北嘛，板桥啊、在板桥，对，所以那个气势要把它找回来。如果那个空照一拍下去，哇，到处都是人，然后那一天是所有的大头哦，对不对？侯康啊，这个韩国瑜啊，所谓的铁三角嘛，哈、哦，铁三角都回来，然后再加上所有的气势回来的时候，那再加上北部啊，甚至呢一整排的相关的这个立委的参选，尤其北部的双北的那个战船，因为双北的立委的人很多嘛。全部站出来，再可能再加桃园的、啊，全部那个气势一凝造起来，我觉得就会有巩固跟所谓的一锤定音的效果。因为到了最后选前的时候，变啥输蓝姆输丁嘛，输丁拍跨兵嘛，啊变啥变 key 谁 key 谁啊出来，那个气势出来，透过北部的媒体放送，那它是全国性的嘛，那你就会怎样？就回到南部，因为南部它的信息传播还是相对比较传统，它还是以传统媒体为主。不管你看 YouTube 或者是看电视，不看有线电视用手机的人，我告诉大家，就算南部，他的首选不是什么自媒体，他的首选还是传统媒体进到 YouTube。现在 YouTube 的生态也改变了啊，现在 YouTube 跟以前 YouTube 不一样，以前 YouTube 主要是自媒体在 hold 全场，现在 YouTube 大家仔细去看哦，排行前几名的很多都是传统媒体进去了哦，比如说像友台宝杰哥的节目，那吓死了，那个订阅高到不得了。中天。对哦，对啊，对哦，对，被莎莎纠正哈、哦。那像我们中天当然是 YouTube 上的一哥啊，哦，不用再说了，对吧 ？OK， 好，所以呢，这个总之重点是在这里。那最后我来补充一下，刚才就是我们跟就是巧心那个事情，我们来做一点补充。首先刚才不是汉廷提到说一桌8000嘛，哈，我说这个一王8000，含税含早餐，你们要不要再？哎，还有副接送，好、哦，你要不要纠正一下呢？哦，再来呢，如果要问物价高低啊，怎么会是叫我们去卖呢？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贿选的定义其实是成本啊，它是用成本去算的。那这要问朱泽民啊，什么东西到朱泽民手上都变得很便宜啊？挖米甩不过是怎样？也不过只有20块钱。像我们很感谢今天巧心送我们一样送我们一个爱马仕，对不对？
那这个在朱哲明的眼中多少钱呢？搞不好只有5块钱，对不对？因为他蚵仔米甩煮好再加蚵仔，因为他都只吃行政院的水饺 啊对嘛，所以呢，他只搞不好这个在朱哲明眼中只有5块钱，怎么会有贿选问题呢？哦，好。那再来几个点啊，给大家补充一下。第一个，我观察到现在民进党啊，他在执行毁心计划啊。为什么是毁心计划？因为把徐小新摧毁啊，国民党全国都不用选了。都讲直白的，台北高度聚焦嘛，高度被重视的议席嘛，具有极高的话题性嘛，所以这个打下去，等于说，而且还有乔迁，还有代表一个是国民党新世代的上来。也就是国民党的未来，那如果被击溃了，那就是国民党又老又穷啊，不对，现在被白银说不穷了哈，又老然后又臭又没未来，哎，你看这党再见拜拜啦，好，没机会。第二个，因为现在蓝白正在互打，所以绿营的策略已经是非常非常明确，他不再是守势，而是攻势。攻势的情况之下，他就想要怎样冲破半，所以最近绿营在推谁呢？在推谁呢？王义川啊，就是要抢救义川大兵啊，对啊，靠背哥嘛，台湾空，他们叫台湾空道伯嘛，叫什么大兵王义川嘛，但他有好多这个称号，我们不要讲，他叫中年版三 Q 哥啦，哦，哪有什么王义川，要不然王义川刚好就是中年版三 Q， 一模一样，哎，恭维。哎、欸，拍声少哎，讲话要带点沙哑，有点像青年版苏贞昌的概念，然后每次讲话就没。讲也讲不出什么好听话，对不对？因为现在三 Q 哥因为之前 Me Too 事件下课了嘛，所以找了一个来填补这事情。王义川排行第14哦，民进党不分区，他如果这样当选是第16，所以你看他们野心有多大？是啊，总共拿45%的扩到16席，对，政党票啊，那是很夸张的事情哦。哎，真的有下资源在弄哦，我最近都被他的广告填满了。再来第三个、哦，影射的杀伤力最大，对不对？刚才我就看聊天室有人在刷、啊，只要乔欣一讲话，他就刷。无风不起浪，哎呀啊，被抬狼有无？为什么哎这样？得啊，北北去抬狼，这样看的无好看嘛？我就后面捅你两刀，你就挂了嘛，是这个样子的。那第四个呢？其实打巧心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现在是打巧心，后面还有王宏威啦，我相信啊，罗志强啊，这个游淑慧啊，这几个都是在所谓北部地区会发动议题攻防的人。又干嘛？消耗打绿的力量嘛。因为民进党今年，如果我们要不是因为蓝白的这个问题啊、哦，就是我们上次军乐事件的问题，其实大家想一想，真的认真检讨民进党过去将近8年的执政，就4个字吧，对吧？腐烂至极啊，真的就腐烂至极，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你看喽、哦，国家队变成全民来排队，而且还不打紧，还是全民来贪污啊，不对，还是民进党来贪污，还不全民来贪污，我们都贪不到，我们被贪污。比如说他排口罩，就口罩国家，我告诉你有口罩新贵，哦，那有快筛，后面就怎样，就有所谓的小吃店来卖快筛，有鸡蛋就有超市来卖鸡蛋，那里面捞的钱海捞一票，用一个事情来大家做见证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民进党在台北市的扛棒越挂越好，越挂越大，然后越挂越显著？像是我那一区，哦，谢谢谢佩芬，他之前一直说他没资源，但最近党的资源下来啊，请问这资源是从哪里来？对，哦，所以大家只要验证这几个事情，你就会知道，其实民进党针对徐巧芯的背后就是毁心计划嘛，所以大家要力挺巧芯，哦，不要。不过我现在巧芯很强壮的啦，不用害怕他，只是这一点他们会一直追打，因为我去看了一下，哈，像温朗东这些人开始又在，他开始说我自导自演，是吧？演不下去，发现反效果了吧？他们反效果啊，不然怎么办？谁会自己去检举自己贿选？哎、欸，这边贼干，有没有开玩笑？那最后一个就是呼吁全国的里长，只要你没有贿选，嗯，我告诉大家，不要让交保，你就跟他拍桌子，林北没钱啊，有种就压我。我跟你讲，他已经放你出去。嗯，你不要害怕他压你，他就是要用压你来骗你。嗯，你只要就跟他说，我就是没钱，你要么就压我，要么就放我，就这样。哦，哎呦，我没做啊，我做的代志，你有些没演戏被功劳无，就跟他踩死，就不用害怕他，这样子就会 pass 过。否则的话，哈，这种事情只会继续减掉，继续一样化葫芦，继续干。北检什么货色，我们都很清楚啦。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